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很高的成长和成为人生的机会，当人生都能够浪费了单单的机会，过长的生命太宝贵，每一人生有单单的宝贵，单单的提升到位，赢出你竞争的一个平台，每一个人追命，我们会告诉生命，我们会小组事业出色。可安置2020年2月的高德威再一次啟德舉辦3年出線，高地就有39年嚟首次喺大賽攞到出線獎牌。但係高地16年嘅首次係今屆表現相當出色嘅意大利，可安就會換上一支最佳第3名嘅球隊。烏克蘭喺分組賽都獲機會成為4支最佳第3名嘅球隊之一。蘇格蘭中場基安確診新冠病毒，無緣喺最後一場鬥黑保利亞。至於上一輪分組賽對過蘇格蘭嘅英格蘭，全隊嘅病毒檢測呈陰性，上個月。